全球最贵的是哪个卡牌呢？全球最贵的宝可梦卡牌上面的宝可梦是皮卡丘还是喷火龙？请抢答。李智熙，宝可梦的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宝可梦是什么。喷火龙，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抢？本来就是来热闹的。他唯一知道的卡通就是老夫子了，还皮卡丘嘞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